直以来都认为自己和妹妹没有什么不同，直到最近，我渐渐看到了我们的差异。他是Will。你不要笑啊！我多用都快要疯掉了，你还在这边玩平板？谁跟你在玩平板？我也在学英文啊！怎么可能？那英文从 Kimberly 开始。Hello, 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a Taipei 101.You can okay. Go straight on and turn left. I'll cross the road. It's about 50 meters on your left. 他怎么会说出如此流利的英文？你一定在想为什么我能够说出如此流利的英文吧？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想什么？流利的英文就从 Kimberly 开始。不要只会打广告啊！快点回应我的问题。读了那么多书，结果连基本的对话都不会。我要来好好练习。I am fine, thank you. 哎，姐，你一个人自言自语在干嘛？别管我，我在练习对话。I am fine. 那你怎么跟 Google 小姐练英文？那么晚，我找不到人陪我练英文。这时候你就需要 Kimberly 24小时真人陪你学英文哦。随时随地都有不同国籍的老师陪你学英文哦。哇，我好多老师哦。没想到一只手指头就可以轻松学英文。Hello， 大家好，我是柯小金。没有。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Kimberly， 一款真人线上视讯教学的软体。没错，它可以在电脑啊，或 iPhone、iPad 或安卓系统上使用。而且啊，从小到大我们背了那么多英文单字，却没有练习对话的机会。没有错，语言就是要拿来沟通。没错，一开始使用这个软体的时候，还会不知道怎么跟外国老师讲话。可是到后面，你都会期待跟不同的老师有新的话题。而且内附的软体啊，在对话的过程中有可以翻译成中文的软件。哦，这样子，即使你突然不会讲那句英文，或者是听不懂的时候，有些特定的单字，或者因为口音上的差异，所以会听不懂，然后对方就可以打成英文给你，然后英文才会自动帮你翻译成那个国家的语言。没错，而且每次上课完，他都会另外录制视频，你可以就是重复看自己的那个影片，然后知道自己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再改变。你也可以当 YouTuber。那虽然喜欢这个影片，喜欢请记得说我喜欢，大家也要记得订阅柯酒精的 YouTube 频道 ，Facebook 搜寻柯酒精给我一个赞。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说，柯柯这次介绍的这个软体有没有让你想要趁这个机会再好好学一次英文呢？让你的口说越来越厉害呢？那永远不嫌晚。永远不嫌晚，只要想要学习，就赶快来学习吧。那么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嘿嘿，按下喜欢了吗？接下来还有花絮哟。我今天好累，我骑了脚踏车，然后去了 U bike。去了 U bike， 哇，你骑了脚踏车去了 U bike。3、2、1，你要先就是很轻松的看我，然后微笑一下，在那个。很轻松的看你微笑。快点啦！你的眼镜很难抓哎。3、2。